大家晚上好，我会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的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皮慢慢的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周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这个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然后我们就来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สบาย是静坐的核心。สบาย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身体สบาย跟心理สบาย。如果我们的身体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心里也比较容易跟着สบาย。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里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สบาย，所以互相影响哈。我们现在就先来以自己感觉轻松สบาย的坐着来打坐。腰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现在我们先不管坐着好不好看、庄不庄严，我们先以轻松、สบาย为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坐下去了，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而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臂麻痛，这样就可以哈。我们都没有给自己太大的目标，一定要调到100%的失败，不一定啊。我们先让自己感觉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然后，如果
什么时候、哪里感觉有双臂麻痛的感觉出现，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没有关系。慢慢来，慢慢调整。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来扫描一遍就好，调整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轻松、失败，慢慢来，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整个头部都放轻松。如果哪一位有感觉头部有重重紧紧的感觉，现在我们就调整一下，把它放轻松，失败这是包含了三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轻松舒服，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我们完全都没有赶时间，我们也没有感觉静坐很难。因为我们只是来坐着休息而已，所以就请大家失败失败的坐，头部放松，颈部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我们全部都放轻松，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腰部、脚部、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毫无用力，毫无紧张，感觉很失败。很自在，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身体就变得很轻，感觉很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息，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息。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现在我们体内感觉是空旷、通透、轻松、สบาย。感觉很失败，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身体的中央点就是我们心意的家，我们都没有紧张。现在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心越静越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现在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感觉能够把心安放在这里，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如果哪一位还想意念一个所缘，我们也可以意念看看。如果哪一位想意念到一颗圆圆的月亮，也可以。圆圆的月亮就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感觉轻松舒服。如果哪位还想默念圣号，我们也可以轻松舒服的默念萨玛阿拉含的声音，萨玛阿拉含，萨玛阿拉萨玛阿拉全身都感到轻松、失败。
画面，我们就意念到圆圆的月亮。我们的心也可以默念萨玛阿拉含的声音，慢慢来，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醒醒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这叫善友，没有叫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才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的那些有法圣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ฆั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ะโสสัพพะ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โตเต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他去找很多小朋友，大概50、60位小朋友，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有一个游戏，你们要不要玩？什么游戏？捡树枝。我们比赛哦，要捡树枝。当做好了，还有礼物，什么礼物？甘蔗汁。所以小朋友就怎么样呢？赶快去捡，去收这些树枝，收好了就放在花园的门口。刚好这个做陶瓷锅的师傅走经过这个花园门口，看到有一堆树枝啊，我刚好需要一些材料，要拿去起火，那可以卖给我吗？可以，那就卖给他，而且这个。陶瓷锅师傅呢，还送他一个大陶瓷锅，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拿到了这个陶瓷锅，拿去做什么？去装水，这是白开水呀。那装好了之后呢，一样是放在哪里？城市的门口那里。所有人进来，谁进来谁出去，口渴都可以喝，免费。跟大家结缘，然后变成好朋友。有一天呢，其中有一个人他去找来很跟他多说，小朋明友，天呢有卖500只马，大概50、60位小朋友，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有一个游戏，你们要不要玩？什么游戏？捡树枝。我们比赛哦，要捡树枝。当做好了，还有礼物，什么礼物？甘蔗汁。所以小朋友就怎么样呢？赶快去捡，去收这些。树枝收好了就放在花园的门口。刚好这个做陶瓷锅的师傅，走经过这个花园门口，看到有一堆树枝啊，我刚好需要一些材料，要拿去洗。那可以卖给我吗？可以，那就卖给他。而且这个。陶瓷锅师傅呢，还送他一个大陶瓷锅，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拿到了这个陶瓷锅，拿去做什么？去装水，这是白开水呀。那装好了之后呢，一样是放在哪里？城市的门口那里。所有人进来谁进来谁出去，口渴都可以喝，免费。跟大家结缘，然后变成好朋友。有一天呢，其中有一个人来跟他说：“明天呢，有卖500只马的老板要进来城市。”他看，这个是机会，他就跟那些卖草的人不要忘记他是跟很多人结缘，对吗？他就去跟这个。卖草的人讲说：“你们500个人呢，能不能给我一个人我跟你们买一个人一把草买好了就请求他们说，明天如果有人从外面进来我们城市要跟你们买草，你们先不用卖给他们，可以吗？小小的要求，等什么时候？”等我先卖，你们再跟着卖，这样有什么好处？价钱，对，比较有控制，可以稍微高一点点。卖马的人来了，他就要找草拿来养这个马，对吗？到处去找草都找不到，人家都不卖，怎么办？他们都说，如果你要买的话，你要先去找这个人。找这个穷人，
他就跟他讲哦，我要跟你买这个草，他就拿更多的钱。现在有很多钱了哈，啊，他们拿去做什么呢？还有人来跟他讲说，明天呢会有货船来到我们城市，他听到货船就知道这个是机会，啊，他去做什么呢？他就去买戒指，买豪华的衣服，然后去租马车。为什么要准备这些东西啊？要去谈生意，给人家增加自己的信任，就穿好一点啊，还有戒指啊，还有马车，然后就跟这个划船的主人讲说，我要跟你做生意，我宣布啊，你们船上有多少货，我宣布都包，不过我在几天再把所有的钱还给你，我先给你一些押金。他就把戒指放在他那里，把他之前所赚到的钱也放在那里，但是船上的那些货都是属于他的咯。然后就怎么样呢？他就在旁边，船的旁边而已，搭一个帐篷。城市里面的商人知道货船来了，但是比较晚知道，他们很多商人就怎么样来了，然后就变成那些商人要跟这个穷人买东西，他就可以怎么样呢？提高一点点借钱，而且还有手续费，借来借去变成富翁了，赚到很多钱。四个月的时间，当他有很多钱的时候，他就想说，我为什么才会有这么多钱？就是因为一开始有大富翁提起这件事，就是说死的老鼠可以变成很多财产，因为有他我才会有钱，所以呢我现在有钱了，我应该做什么？应该报答他的恩德。报答的方法就是把一半的财产送给大富翁。大富翁看到了就什么事？然后他就说，前四个月啊，你不是自言自语说死老鼠可以变成很多财产吗？哦，对对对，我曾经讲过，对，我现在已经有很多财产了，我想回报你的恩德，所以我就怎么样呢？把一半的财产拿来报答你的恩德。这个大富翁看到了就很欢喜，知道这个不是一般人，就是有智慧的人，然后就把自己的女儿借给他。这故事结束了之后告诉我们什么呢？故事的内容会跟我们这道吉祥的内容有关系，就是做无罪的工作，对吗？通常如果没有学佛的人一般人觉得什么东西是他的快乐佛陀说，一般人呢，就是居士之乐，他有四种快乐。第一个就是无债之乐，没有债啊，没有欠债，就是一种快乐，对吗？你们曾经欠过债吗？很痛苦吧？第二个，意智有财之乐，就是说意念到自己有很多财物，就也是一种快乐像什么？有很多人看到存折有很多数字，很开心，还没有看到钱看到数字而已，很开心。第三个，使用财之乐去花钱呢，也是一种快乐。第四个就是做无罪业之乐，就是说做没有罪的工作也是一种快乐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哪一个罪胜我们先看这个在泰国有人当他要做生意的时候他要去跟泰国法师跟他们要符咒
但是不是 每一所寺院都有啊，像法身寺就没有这个符咒。符咒是这样子，这是高冕文，祖师有看过吗？这是什么知道吗？不知道，就是看到了就好像很神圣的哦，应该拿到这个几天就会变成富翁啊。不过这是高冕文，高冕文啊，这个是泰文啊，是拼音，是五五，这个念五啊，嘎萨五啊嘎萨四个字，用高冕文来写，看不懂的人就怎么样？哇，这个很神圣的哦，一定会很灵的啊、哦。我们看这个符咒有什么含义哈、哦？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法啊、哦，是现在的利益。佛陀说，如果你要得到今生的利益，你要做什么啊、哦？但是有人怎么样呢？帮他换成另外一个名称啊，更吸引人，就是富翁之心。想听吗？哇，富翁之心，嗯，有哪些呢？第一个，努力อุทธานะ สัมปทา啊，他就用一个字来代表是อุ啊。第二个，守护。阿拉卡桑巴塔，用前面的啊。第三，善就是กัลยาณมิตรตา，用嘎。第四个，知足生活สัมมาชีวิตา，用这个萨อุอากะสะ啊，他就是教导我们要做这些法。才会怎么样呢？变成富翁或者做生意成功的。但是很多人拿到了就怎么样？拜。四个字的简称啊，懂意思吗？很多人不知道意思，拿到了还很开心，拿去拜，做生意就怎么样？失败。嗯，但是他每一个我们好看起来好像看得懂，不过。里面每一个都有细节，我们先看第一个，努力哈、哦，努力，努力有什么含义？第一个，อุทธานะ，อุทธานะ，อุทธานะ是什么意思？是起身，起身，意思是说你不能怎么样呢？一整天都躺在床上按遥控器，然后你就会变成富翁。第一个你要先起身。今晚努力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去找很多小朋友、大概五十六十。